我叫徐晓松，一年多以前我还是一个学画画的大学生，而现在我是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的一个特种兵。就在今天，我经历了人生中的第一次战斗。这是一场以城市反恐为背景的红蓝小组对抗，对抗的双方是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某步兵旅特战一连的战士们。像这样的室内近距离战斗训练是所有驻香港特种兵的必修课，而为了检验训练成果，更加充分地磨练实战技巧，红蓝小组对抗就会定期展开。放枪！放枪！放枪！枪放下！我们蓝军班每月换一次，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摸清他的套路了。告诉你，以后战争，以后的打仗不会是像你想怎么搞就怎么搞，敌人是永远不会说按套路出牌的。香港，这个被誉为全球最发达地区之一的城市，高楼鳞次栉比，街道车水马龙，昼夜喧嚣，活力四射。在这里，巨大的人流每天穿梭在地铁里、马路上、楼宇间，繁忙不停歇。这座青春阳光的国际化大都市吸引着全世界各地的人来到这里，香港的人口密度更是高居全世界第三。对于驻香港部队某步兵旅特种营来说，香港自身的这些条件就是他们反恐训练的立足点。驻港部队的使命任务20年，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不断的深化军队现代化的要求，我们任务这个有所拓展，那就是反恐出头。香港的话，高楼林立，老百姓的这组成也很多元，啊，有5%以上都是外国人。香港是一个自由港，都不用签证就可以相互往来，所以香港呢，在我们国家的也列为了四大反恐城市之一。作为在香港的驻军，必须加强城市反恐作战训练。远离香港闹市，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的反恐训练在这片模拟街区展开。这一次的红蓝小组对抗刚刚开始，徐晓松就被对手击中，不得不沮丧地退出战斗。他第一次参加的意义最大的就是告诉他心理上的准备，让他知道打仗没那么简单，没那么容易。在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特种作战营可以说是最厉害的尖刀。这支成立于2010年的精锐突击力量，对香港的反恐起到了重要作用。而在特种作战营，徐晓松所在的特战一连更是全营训练的标杆。就在解放军驻军香港2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这支连队被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授予“香港驻军模范特战连”的荣誉称号。这是驻军香港20周年的一份厚礼，更是对特战一连官兵们莫大的鼓舞。面对香港的复杂环境和形势，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将这把驻港特战尖刀锻造得如此锋利？而徐晓松能不能在这样高手云集的连队中完成一个特种兵的蜕变呢？
我看见自己的战友在前面，却不知道怎么挪步子，怎么行动。连长和班长的话在我的脑子里反复回响。其实我不信任徐晓松的，真的，如果说按照徐晓松的现在的水平，我是不信任他的。执行任务的时候千万不要跟我在一起就可以了。这些话怎么赶都赶不走。快点，还慢了。你这很明显给人家一个那种爆头的机会，告诉你已经死了。搜索前进。哎，行，教练，你踢他一脚，你踢他一脚，你完全可以用力踢。把枪举起来，是，举起来是没错，是这样打。室内近距离战斗的两人交替掩护训练，其他小组不到五分钟就能走完一遍。徐晓松已经不知道被连长陈玉飞叫停了多少次，是不是？这一次叫停，一向温和的陈玉飞终于怒了。当时真的非常的生气。对，当时我真的很想当时过去踹他一脚，复制一下刚才徐晓松的动作。复制完了以后，我说不定你很想还要再踢他一脚。好，没有准备好，行不？走。什么动作？枪指到我了。你只要你枪指到我的队友，那就是很大的个忌讳，知道？你已经杀了你队友一次了。我教过他，我说当遇到队友后，枪口一定要沉下来，千万不要指到你的队友。但是恰恰那一个队友是卧姿，而且他从队友的后面过去，他的枪口是沉着的。徐晓松沉着枪，枪口不偏不倚指向了队友。两个人最主要的就是一种协同，包括信任。我现在都觉得我信任不了我自己，我也不敢让别人来相信。室内近距离战斗是配合所处环境发展出来的一种战斗技巧，以应付城市中的恐怖活动和犯罪。要掌握室内近距离战斗的技巧，交替掩护只是第一步。徐晓松第一天的训练表现触动了连长陈玉飞的一些记忆。自己当时学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的，当时我们还请了猎鹰突击队的教员过来进行指导。其实当时和徐晓松一样的，也是被教员狠狠地批评了。在特种营刚成立的时候，训练的重点一直是山地和丛林作战，因此所有人在刚接触室内近距离战斗的时候几乎都是从零开始，其中就包括陈玉飞。而经过整整四年的艰苦训练，室内近距离战斗已经成为驻香港部队特种营最突出的训练成果。从2015年开始在青山训练场进行的湘江卫士系列演习，更是史无前例的让香港媒体和市民直接走到了演习最前线。向香港市民展示我们威武精神，展示我们改革强军部队的建设成果，展示我们维护香港安全、维护香港稳定的决心。为了赶上其他人的进度，徐晓松私底下和队友反复训练。我回想起刚到特种营的那天晚上，凌晨3点钟，人来人往，包裹摆在车上地上，战友从我面前经过，我们这些新到的兵放下背囊，立刻打紧急集合，跑了一个5公里。连长说这是特种营的传统，是给大家的一份见面礼。来香港之前，我曾想象自己是一个霓虹灯下的哨兵，但从那一刻起，我知道苦日子开始了。徐晓松来到驻香港部队已经是第二年，
但他成为一名特种兵却还不到半年的时间。抓着。之前在步兵连队就没有什么科目我是过不了的，像400米障碍啊，或者其他的5公里越野啊，我的成绩都不会排在后面。从一个连队的中上一下变到另外一个连队那种下面，感觉心理上那种落差太大了。作为连长的陈玉飞，虽然在训练中对徐晓松严厉苛责，但他也知道徐晓松的心情并不好受，而徐晓松的这些经历其实都曾发生在他自己身上。刚毕业，我是挂着一个一杠，就是新毕业的学员来到香港的。就在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特种营成立的第二年，陈玉飞来到了这里。对于当时的陈玉飞来说，香港的吸引力是巨大的。一想到香港，我就浮想联翩，非常繁华的大都市，非常神秘的一支部队。香港回归那年，刚好我是上小学的二年级，看到香港回归的时候，内心也是非常的激动的。特别是看到解放军进驻以后，当时我们都是那种很渴望的眼光来看着他们。当时觉得能够到这种部队去当兵，不管再苦再累，自己也愿意。但是到了特种营以后，陈玉飞很快发现自己完全跟不上这里的节奏。当时来的时候，我们有一共来了7个排长，6个排长从特战选调过来的，唯独我这一个排长是从海防团选过来的。当时我是新进岗的嘛，算义务兵嘛，排长的话他也是新进来的排长，基本上对特战专业是不懂的，属于那种一窍不通，可以说他连我都不如，我都知道他都不知道。这张照片里的陈玉飞才5岁，穿着妈妈亲手缝制的小军装，竟也站出了点军人的模样。当兵是陈玉飞从小的向往，而现在自己在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当了一名特种兵，更是实现了一直以来的梦想。若因为眼前的挫折而退缩，陈玉飞不甘心。一到了训练场上，班长下象看棋的时候，我就主动入列和新兵站在一起。当时的班长宋德贵在特种营有个响当当的称号，训练狂人。训练场上对自己和战士们只有一个字，狠。我们连队我们一起搞训练的时候，有那个士官嘛在说，他说那排长在里也一起搞训练，到最后还不是一样要放弃吗？而陈玉飞却并不满足于向训练狂人讨教，当时特种营里身怀绝技的班长几乎都被他学了个遍。丁山是2007年到的驻香港部队，那时候特种营还没有成立。
每到我们说完操科目训练完之后，他就过来找我，找我这个学拳啊，还有这个动作是怎么打的啊。他问完我之后，他自己就一个人在那里练。他也是几乎每天晚上他自己也会自己加班。这样不分日夜的训练持续了半年，陈玉飞从一个对特战专业一窍不通的新排长，到最后取得了原广州军区比武干部组的第一名。站！当年帮助陈玉飞迅速成长的训练狂人宋德贵已经退伍，但那股训练的狠劲已然成为宋班长留在陈玉飞身上的烙印。而如今像徐晓松这样的新战士带着志气来到驻香港部队特种营，陈玉飞也要在他们身上磨练出属于特战一连的狠劲。香港令人战斗的口号，在四面环海的香港，驻香港部队的每一位特种兵都必须要掌握高超的水上作战技能。每年夏天，特种营都会组织持续3个月的海训，高强度的水上训练在真正的海域展开。而在接受大海的考验之前，泳池里的训练必不可少。这一天的泳池训练，陈玉飞要求所有人双手双脚被捆住，在水深3米的区域潜到水底，再蹬地反弹，一直持续。其他人都应付自如，而徐晓松刚一入水就把绷带挣脱开了。水没过我的头顶，溺水的感觉这么多年以后再一次涌进全身。我知道不会水算什么特种兵，但退缩的念头不停闪现，恐惧已经战胜一切了。所有训练的科目里，徐晓松最怕的就是水了。看着徐晓松入水以后惊慌失措的样子，陈玉飞丝毫没有停止训练的意思。你下个命啊！所有人都是水怕没有？好，好，走。也算是故意的吧，逼着他去下。当时一看到那个人一个个变少，我就想天啊，下一个就是我。就希望他们跳慢一点，但没有想到他们一下就好快都跳下去了。好，徐晓松准备干什么？你什么时候下来，什么时候开始计时。徐晓松晚下去1分钟，战友们就要多踩水1分钟，水中的阻力很快会耗尽体力。走啊！徐晓松终于克服了自己最大的恐惧，虽然很慌乱，但他加入了踩水的战友行列，并且逐渐开始适应战友们的节奏。对于特种兵来说，就是要不断地去挑战自我，才能够去战胜这种艰苦。所以说作为特种兵，我觉得首先先有一种勇气，特别是一种狠劲，这才是我们训练的重点。或许我还不是一个合格的特种兵，
不会害怕，不会退缩，但我已经迈出了最艰难的一步，我要成为一个真正的特战一连的特种兵。作为一个特种兵的话，这点苦累也算不了什么。不低头啊，不认输，看起来很弱那种藤条，达到需要的时候他也能发挥自己的力量。作为一名特种兵，我们的信仰就是保护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我整个军官的生涯就是在香港度过的，我真的把香港当成我的第二故乡。过去20年，国家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策的宗旨就是要维护香港的长期的繁荣稳定，驻港部队做了很大的贡献。或许他们看不到香港昼的繁华，夜的喧嚣，军营里默默洒下的汗和泪也不曾被人看到，但他们知道，在香港每一寸安定繁荣的土地上，都有这些年轻士兵用青春热血走出的足迹，绵长而坚定。